啥？只能用装枪托的武器试驾？让我想想啊。哦，喷子能装子弹弹，算枪托的一种。M16可以装枪屁股，可这些枪我都玩腻了。哎，那还有哪些武器能装枪托呀？麻烦大家帮我想一下呗。嗯 ，M4 啊，拿这个未免也太简单了。不过可以背在身上吓吓别人。咦，这不是传言射得最快的枪之一吗？安排。安排。嗯？哦，楼外边啊，教你们一招啊，像我这样拿维克多，慢慢的开两枪装人机，成功率啊那是100%。Three days later。嘘，哎，这我演的不像吗？再给他们弄点脚步声。Nice。哈，上当呢，还是两个。呀，这时候还要复燃，漂亮！你的心也是够大的。他队友就在隔壁。艾玛，路演老哥的粉丝哎，咋的啊？他没教你贴身边位啊？毕竟是枪战游戏，耳朵还是得戴上。UZI，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快就完事儿了。唯快不破。那这把的挑战武器就是你俩了，这绕后的成功率高到你难以想象。记住，永远不要把你的后背留给敌人。楼上的那个，你也别想逃。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，我说不开心也拍手拍走，伤痕累累，用干涩的眼泪酿出香醇肥美。不是你跟我在这二人转呢、啊？这下应该没人了吧？外城被杀空了，我得去车库提个车，再到别的地逛逛去。哟，刚说没人，又钻出来一队。哦，嘿嘿，这个小龙虾还没发现我。我丢，没死啊！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声音好听吧？好听那就是好过，走了，跑毒了。实际上吃鸡。